陈世坦先生的源流啊，是明末清初，明朝末年，啊，就是第九世，陈家第九世，啊，陈方清，明朝一个战将，他跟那个戚继光那时候是同朝的，啊，有洪拳，有这个长拳，有一些这个戚继光是三十二世也编的十几世在里边。他吸收了别的武术的精华，啊，这个编导据说是，吸收了十八家武术的精华。有历史记载比较这个清楚的是陈氏第十四代，啊，在河南陈家沟，啊，这个叫陈昌新，啊，老祖，他这个到他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太极拳就形成了比较完整了。有陈氏太极拳一路，啊，有陈太极拳二路，啊，那么陈氏太极拳呢，陈家兴老先生呢，他是第十四代，因为他传给的是杨汝禅，啊，后来成为杨氏，那么他的儿子呢是陈庚云，那么陈庚云的陈老祖就传给陈演熙，就是我的师爷，啊。那么陈昌兴是第十四代，那么陈庚云就十五代了，是不是？那陈彦希老先生呢，那就十六代了。那么陈彦希老先生传给我老师陈发科，那他是第十七代。那么我们这算是从陈氏来论就是十八代，啊，从家族来论，那从北京来说呢，我们老师是第一代，我们就算第二代了。啊，就这么个情况。我最早的学过别的拳，后来经这个我们这个胡老师介绍的，啊，学的这个陈氏太极拳。陈太家由我们老师的从陈家沟传到北京，那么现在呢，北京呢也发展到世界各国啊。从这个北京现在已经到我的十八代，现在北京十九代、二十代。二十一代都有。
真是泰拳特点的，从这个武击啊、太极啊，这个这些方面，以柔克刚方面啊，抽丝啊、蓄势开合，跟其他泰拳是一样的，这道理是一样的，也是从这个太极的理啊，变成一种拳术，把它与别的泰拳不一样的，它是突出了。缠丝啊，旋绕，通过转动啊，就是不受力，用一小力如果生大力的那么个情况。另外还在养生方面还有一种特色。从缠丝来讲，它是各种缠丝是吧？但是呢，都要求啊，首先在意念上要动，要缠丝，而后就说在腰上啊。在外形上，啊，在丹田上，啊，要去转动，啊，内动带动外动，腰带动穿身，是这么一个要求。一腰带手，一手领腰，周身以下，内外合一，是吧？你比方缠丝，是吧？它是内缠外缠，啊，周身缠，啊，你要说这个手缠呢，对吧？这叫顺缠。这样叫得逆缠，对吧？一合顺，一去逆，向里合就算顺，不管怎么缠，向外就是逆。要开吧就是逆，啊，你说一个吸吧合吧就是顺，啊，它通过这个转动来达到四两拨千斤，就是我你打我以后，比方说从几级来说，我呢不受你的力，我得转动。把你力已经空了，完事儿再把你的力再给你，再我再加上一点，所以说他说四两拨千斤是这么个情况。你也不转动，四两就绝对拨不了千斤。你看浑身也是一样，你看浑身说这个拳打到这儿了，我想不出。